刚刚玩了一上午啊，现在到午饭时间了。来，我们看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来。我喜欢番茄酱吧，应该。我喜欢。吃什么？烧掉了。啊，没事，谢谢。来，啊，放到这里，把我装起来。你要吃什么？看一下。今天带小满来吃西餐啊。西餐。对，我们来吃西餐。我想吃这些水果和这薯条和这番茄酱，和吃水果、薯条、番茄酱。吃水果、薯条还有番茄酱是吧？嗯。好吧，那就吃这个吧，好不好？吃这个和这个和这个。和这个是吧？好的好的，那我们就要去吃这个吧。冰淇淋有香草、草莓、巧克力，有什么味道？我喜欢一个什么味道的呀？我喜欢直升机味道。啊，直升机味道。有香草的、草莓的和巧克力味的，你喜欢什么味啊？我喜欢一个战斗机的。我喜欢一个。要你要草莓味的还是要巧克力的？我喜欢的战斗机味的。那就来个草莓味的吧，好不好？草莓味的吗？草莓味的吧。南瓜汤吧，要不要？南瓜汤吧。南瓜汤吗？嗯。这是你们店里的招牌牛排是吧？对，欢迎干。好，帮我来一份吧。二份欢迎干是吧？嗯，就五成吧，那就。五成熟吗？好的。欢迎干大概会在半个小时左右出餐吧，你先。先吃水果，等一下。我想先吃个。牛排就到了。我想吃个这个白色的火龙果。好。你想给爸爸吃哪个？我给爸爸吃这个。好。爸，这太大了吧？嗯，太好吃了。甜不甜？甜。我觉得超级甜。很甜，对不对？嗯。好吃吗？吃个芒果，我在。好，最喜欢的，那你吃吧。好，我饿不见爸爸。来，爸爸给你拿过来一点啊。你的面条、鸡翅，还有薯条，来吧。我先吃哪个？你随便吃。再先吃这个吧。吃吧。小满最喜欢吃这个番茄酱了，是吧？爸爸，我只能给你搁哪个鸡翅？我们一人吃一个吧。我跟这个吧。好，谢谢妈妈啊。爸爸，鸡翅来了。哎呦！妈妈，你馋不馋？那你喂爸爸。爸爸，你一口一口吃。我不这么馋的。爸爸，我的冰淇淋呢？妈妈，我们的牛排到了啊。看看我跟小满两个吃的好嗨呀，小满也吃得很开心。来，爸爸给你吃牛排好不好？跟小满两个吃的好饱啊，吃饱喝足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吃饱，爸爸。哦，你还没吃饱啊？那你吃吧。这一块牛排吃下去啊，吃得很饱。他肚子都变成大肚子啦。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，我们继续玩游戏吧。我们回家吧。我还想玩。回去给妈妈汇报工作。